3秒先啦，5秒啦，识就唔识噶啦，系咪？好啦，1秒听到啲乜嘢啊？1分15秒啊！系丘比特嘅，我不是丘比特。点解噶？头先系1分05秒，即系啱啱完咗个 chorus 咯，即系48秒咯，我哋去翻。系啊，48秒。突如其来的心动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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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放纵是一段原来的心跳感觉。男人嚟嘅，系香港嘅，唔系，我依家香港噶，唔系，外国人，唔算，男仔嚟嘅。我覺得佢係一個謎啊！係一個謎。佢係咪行內人啊？係。周杰倫。點解你會知嘅？因為我知道你中意周杰倫啊嘛，佢係外地啊嘛。邊個虛構嘅？係，我係人嚟嘅。咦？你係點樣係講佢人嘅定義？咁樣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嘅人啊？咁佢唔係一個人，但係佢係一個人。我呢個係咪一個公仔嚟噶？唔係，佢係漫畫嘅角色。係，佢唔係人，佢係漫畫嘅角色。嗱，不小心。哎呀，唔係啊，我叮當。哎呀，點解你又會知道噶？人錯。物件嚟嘅。No。不是人啦，唔可以話係人啦，你咁樣係咯。你個唔記得咗？你嗰個都係歌嚟嘅都。我呢個香港嘅。係。香港？唔係。係。即係國語啦。男人嘅。係。依個即係台灣歌手嚟嘅。咁係咪你中意嗰位啊？係。四個字。錯。係咪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，重遇你？一次冇錯，唔係啊，即係唔係 Tonic， 唔係 DJ， 唔係 RB， 即係 Super 啦，唔係真噶，而家噶 ，Mira， 哦，係咪即係當三條有三條問題啦？而家，我一定識嘅，你一定識，六個字喎，係啊，我冇數錯嘛，係咯，六個字啊，六個字嘅周杰倫喎，係啊，又唔記得歌名又唔識唱，咁你去死啊！我嘅 cap 出現啦，佢同我一齊嘅時候先會暴露一面嘅。佢啊，成日都會 trigger 到我呢個面向出嚟噶。佢唱得好高音。阿張，回光密語 ，yeah！ 依個要熟悉嘅係豬，呢個董靈兒，你中意啦。是不是肉類？不是，但是要熟食的。是。雞蛋？錯。Pasta？ 啲 friend？ 不是，很遠的 friend 咯。粥粉麵飯之類的 friend 咯。米線？米線的一種啊。哎呀，講先，等先，芝士。放雪櫃的這個要。新鮮啲咯。中國嘢食嚟嘅。是，菜嚟嘅。菜啊！依樣嘢係咪好多樣嘢加埋？係，所以你要再估得 detail 啲。乾炒牛河錯。三小龍米線差唔多。咩色㗎呢個？綠色。酸辣米線係啊！我先得。你叫我玉蝴蝶。原来我谂到他不准我哭，怎么可以哭？我们该怎么未来？你说吧，渐渐放下会走更远。我不如一个人，跟你
里一片春花似。系咯。粉红粉红，吹丝的脸，我叫一声即可飞上天。我突然之间空白咗，等先做咩咧？我应该有啲歌都有噶，我没有歌咯。啊！人总需要勇敢生存。全力。就算世界无童话，抱着想象实现他发着我，怎么可以哭？唔紧要啦，我哋今次打和啦。恭喜阿 Cat， 阿 Cat 就嚟开 show 啦，大家快啲去支持佢啦！好可惜我嗰日咧就系、是有自己嘅音乐剧去唔到，但我会精神上支持你嘅，加油啊！我喺上面嗌阿 B。阿咪咧就真系開 show 啦，係咪入行以嚟第一個個入行八年嚟嘅第一次，咁所以點可以唔去睇啊？冇錯，9月18號，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買飛啦。